哦，南山抢下进攻篮板，再次在底角出手，还是没有抢下进攻篮板。泰国队终于破蛋了，这边三分出手 for 这边底角三分 three， 是历史互不相让。这边在底角再出现一个空档，再又投，直接三分出手，没有进。不过南山再度抢下一个进攻篮板，三分尝试，不过力道短。这边出现了转换快攻，直接要在三分拔起，不过没有。但是南山的七号杨成瑞抢下进攻篮板不进两，现在还有十秒。快速推进三分出手，两分进 ，Michael 出手没进。今天十八号徐玉持球，二十二号的陈浩威两分有。哇，现在南山这边可能要做出一点回应了，身材素质啊。那这边是。传球给脚三分，力道短，这边球快速的往前推进，杨成。